请直播观音的时候宕机，非常过了一关还有一关，没有想到关录音的时候宕游戏，请直播观音的时候直接宕机。对，而且就在我说我不要跟着他一起念的时候，太神奇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。他直接从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他直接从我当掉的那个地方开始。哦，很好，我以为又要是走一片，走一片那个叫什么？我以为要走一遍那个很像奈何桥的地方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救救我！救救！救救！哦，上面好热闹，但是为什么觉得好像那边快要夹起来？他们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，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好，走，安抚完猫咪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可以回头看一下吗？没事。走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我先走一步啊。走。这边的场景做得不错哎。很好，你走出来了。哦。漂浮的石头什么意思？后面呢？后面还是一样。我想玩这种游戏，就是会很想要，就是回头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咦，远方有人，有看到什么？树，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湖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。往上走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嗯哼，往上走的路。OK， 存档中了。嗯哼，其实我蛮喜欢赤足这边，就是内心世界的特效。咦，往上走的路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哦，钢笔。咦，这边都是钢笔，我以为是石头，结果都是钢笔。那个年代好像写稿子那些都是用钢笔居多吧？现在就很方便，直接用电脑。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元成功，等一下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哦，好多钢笔哦。走，看到门了吗？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听到什么，一直 都不要理他。有什么事情就念慈姑观音的心咒。我一直是靠自己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有死路。慈姑观音封死了一条路，就一定会指引一条更好的给你。什么鬼？
这是浴室的那个门吧？哎，这边也是那个浴室的门。打开。哦，一直是在靠自己。哎。哎。杜风雨。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，都不记得我了吗？谁啊？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我种的那朵。哪一朵？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，天天盯着她看。哦，这样可以走，很好哦。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她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什么？花黄了，拔指甲，哭了，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他，是是是是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是绿帮吗？小花终究是小花，结了果以后，他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。还是被压死。咦，很遗憾吧？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小花现在就是应该可以确定，现在还有机会救她，就是在指美心。去吧，就在前面。什么？去挽回你的希望。哦，前面，我看到浴室的门诶，我觉得不秒啊。他还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好啦，那就往前啦。好想跑步，他走好慢。走走走，我希望今天可以玩完他。Open E。哦哦。这是什么？这一堆是什么？才没有，花瓣都很好啊！不要这样乱说，爸爸做得很好，爸爸对我最好了，最好了。全世界的我最喜欢爸爸了。琪琪，爸爸梦中家，爸爸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爸爸我想要出去玩，带我去好不好？爸爸，爸爸。稍微，稍微，恭迎慈姑观音。哎，杜氏明显四方。杜先生，你的坚定驱除了那些魔障。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。哪里？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哪里？上面那个吗？这边不能下去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像剪刀的东西耶。哦，这个看起来是有楼梯，先走这里好了。上面好像有东西。这个佛经感觉好像我们家外面听得到的那一个，真让人忧郁。哦吼，美心，爸爸来了。欸，它是鱼的上面。欸，仔细一看，它这个是一个鱼。欸，就是陆星的那个鱼，双鱼的那个样子。然后我先看一下附近是什么。然后柱子上面那个是蛇吧，那个灵蛇。这边都一样。好，
美心爸爸来了。这是什么汤匙？汤匙？汤匙要干嘛？亚美罗，爱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逢杜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光明，化爱女心挖眼睛阴霾。挖眼睛哦！哦！眼睛呢？我只有看到汤匙。天眼通啦！哟，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看不到这边，就是地上有什么了。哎，哦，我下来了，是吗？还是它变平了？好像是变平了。那就继续往那里走。爸爸，你挖眼睛，美心也不一定会好起来啊。走走，觉得应该说赤足的，好像就是前面比较恐怖，然后后面就是比较偏心灵，算心灵污染吗的那种类型。那感觉好了，现在是什么？美心来，爸爸还受得住？美心，你的脸全黑的，这是要干嘛？这位先生，你感觉这是对的吗？爱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哑然失声。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献我口舌，换爱女天来割舌。拔舌头，是吗？来。哎，舌头，看到舌头了。这样拔是拔得起来的吗？我有点怀疑。这样拔是拔得起来的吗？这样是可以的吗？顾先生，现在美心的心神已经回归了，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？许愿呢？那里呀、啊？美心，爸爸救你！这地上怎么这样？要做什么？上面还有串铜钱，串了各串了三个，所以总共六个。疯狂折翼，此赴杜风雨发愿，
愿写我心血，就爱与飞黄腾达。不是，你以为你献这些东西，就是献这么一点点东西，愿望就会达成吗？我觉得很不合理啊。为什么赤手就没有叫？这位作家，手很重要。好，现在算是完成了。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拜见啊！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哦，哦。成就解除奉献一切。嗯？哦，我回到现世了，就是那个观落音的图嘛。然后这边有文本，观灵术。观灵术是种流传已久的仪式，借由机身引导，利用咒语将人的魂魄带入灵界。元成功是人的体内意识空间，观元成功可以调整内心清晰内在体质磁场，从而预测并且改变自己的运势。问世需写明自己的地址、生辰八字，请持咒者回答问题，指引方向。事业运途、身体健康等皆能探问，家有重病者也能来寻求方法使其改善或及痊愈。呵呵，我偷看一下我的那个文件到底拿得如何，好不好？应该，哎，有一个没有拿到，是什么？差一个，好，来哟。金纸，哦，看一下后面是什么。后面这是哪里呀？问世结果，看见沙洲等于与水有关，莲花。等于连接患者在灵界的魂魄。看见花沉入水缸，等于患者要泡入缸中。放血入碗，等于缸中加纯酒不可掺水。What？ 酒者，老师建议如下：酒者，活血暖身，去寒化湿，酒欲对身体有益。药酒泡入活舌，可以饮药上行，通络全身经脉。有缘人若以此酒为喻，可与慈姑观音大士分取舌降精气，使法力通达全身，扫除一切病痛。建议仪式步骤：一、发愿者以冥纸遮双目，连接自己在灵界的魂魄，打勾。备妥一缸纯酒，不得掺水，高粱等烈酒为佳。三、入灵舌。四、发愿者滴入自己的活血入缸，以魂换魂。五、患者入缸。六、患者离缸近身，于慈姑观音像前跪拜答谢。患者康复后即能自行起身，旁人不得中断干扰中断仪式。不秒啊！咨询记录收起来，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可以。哦，所以这边那么多酒缸是吗？大概看都看一下，稍微这个蹲是，哦，我讨厌这个厕所，蹲式的。哦，有汪汪。
哎，录音机，好，这应该就是用在这里。来，叶妈妈，你再说一次。我们每次这样拜过以后，身体、心理有没有感觉比较好？是很舒畅，但是我怎么了？拍谁拍谁，我只是想问，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笑？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，竟敢质疑，我每天都有在办，都有在求，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，是不是要补助补功德金？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，我会更努力办。麻烦老师跟我说要怎么办。不要紧张，这个一定有方法，我会再教你。拜托拜托，何老，我觉得。考试真的没有办法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告诉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吗？有有有，一定有。我都有在念经，可是那女的还不肯跟他离婚啊。我们有都有在一起念了。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。真的有念了，有缴钱，到底不？念一念，小三不会离你走，好不好？你这个神棍，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！先生，我有录起来哦。十年来，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钱，十年来十多拜。你不是说植物观音什么都帮吗？我爸也相信你，后来才没去做化疗。你明明说可以多活两年的，现在人都走了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不然我已经告你。哦，我以为这个是那个杜先生，看来不是哦。哎，结束了吗？看来是结束了。这个神棍，诶，这边有照片，哇塞，感觉很多不少家人面应该有这种。嗯，好，现在应该可以往外，咦，门开呢？欸，所以他是已经找不到何老师了吗？何老师走了。欸，是欸，这是慈姑坛，陆心慈姑坛，然后慈姑灵显，看一下，不是，好，放那个音乐，我以为怎么了，找不到何老师了，看来是找不到何老师了。然后这边电梯依然是封着，干好容哦。所以美心被泡药酒了吗？觉得不妙啊。这应该，哇塞！我觉得这真的很多人的家，就应该说老家长这样子，很有亲近的感觉。喂，哎，陆先生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蛇酒准备好。你家有没有浴缸？有的。有，好，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。叫美心听话，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好。哼，别担心，要坚定。心诚则灵，你知道吗？心诚则灵。哎，我可以偷看一下后面吗？好，没事没事。每次看后面都鬼鬼祟祟的。哎，喂，你好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杜先生哦。啊，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这个哦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，重者七日见效。你要对美心有信心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要有耐心啊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慢慢泡，不要开厕所门，好吗？学合理吗？打来，我都在，我一定帮忙啊。
怎么叫做不要打扰他？太诡异了吧！打不通了啦！哎呦！好，我妹妹动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咱们不要紧张。不要紧张啊！水族馆，清洗水族馆，到府服务。嗯，这还是就是我家。1987年，嗯，好，走吧。真的拜信教信成这样，也是很，哈哈，嗯，哦。欸，不是，我刚刚怎么自己位移？这个还是美心的涂鸦，欸，我是少拿一个剧本啊，不应该啊，应该都有啊。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哈，我们绕一下。这边厨房被堵住了，因为垃圾太多。好。哟，这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姐妹。哎，哦，不是那时候的，是那时候的吗？不是，不知道。这边被封住了。咦，什么？我觉得接下来不喵啊。这里看起来也是封住的，哦。阖家平安，观天地，人间，财源广进。哎，要打开门了，打开吧。现在可以前进吗？欸，可以前进的。9月29日，下雨天。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我很想她。我忍耐比较苦，可是越忍，胸口越不舒服。有一天，就开始不能呼吸了。跟着花走吧。爸爸说，这次不用看医生。明天我们去看何老师，病马上就会好。真的生病还是看医生？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，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。我已经折了好多好多郁金香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。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，没办法陪我一起折。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，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。没戏。病好后，我要继续练唱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变得更厉害，唱得更好。然后，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，变成大明星，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。没戏。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。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梅心，是梦到这里，失望的人，这次没能红了。享受着心酸，分离。
千里，我闭上眼去看。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没事。是破浪，不见船入港。他站在码头，遥望着北方。青丝飞上白霜，心还惦着他。心里没说的那句回答，傻傻的姑娘。船如歌，他站在码头。
上白霜，心还惦着他，心里没说的那句话呢？傻傻的姑娘，那一朵花，等着他回来呀。小小的刺，藏不住花，都缠成情啊。今生一世，岁月如沙。真的很好哎、欸，我刚还刚好像没有注意到是谁唱的，对不对？若有来世，你还愿意吗？哦，谢谢赤足，谢谢赤足带来那个《还愿》这个作品。虽然我玩是比较久啦，听说有两个多小时的破关，两三个小时破关，玩比较久。那499我觉得还蛮值得的，我觉得还蛮值得。然后再加上就是好像如果包原声带的话，就是你们还也才500多，好像也不会贵。那这个国产游戏从返校玩到现在两款。都我都觉得不错。诶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居然还有。哦，所以成就解除还愿，所以最后只剩下爸爸，就是。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那边看电视，然后前面虽然推测就是立方已经死了，但是他后来看好像就是他是其实是离开了吧，然后所以才会前面开头才问他说眉心在哪里，眉心在哪里，这样对吧？哦，不要敲门。啪啪的，好，真的人病了要看医生，不是信教。虽然就是有一些是真的，心灵上有点寄托这样子，但是过头了还是不好。好啦，感谢赤足，再说一次，感谢赤足再给我们还愿这款游戏。那这一次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